30万大军对江西中央苏区展开了第五次大围剿。第二年八月，国民党9个师推进至苏区北大门10城防御线，直逼洪都瑞金。红军浴血奋战，长达1年的第五次反围剿，在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军事路线指导下，面临彻底失败，战略大转移，已成定局。刘老弟，受伤？您不是腿受伤了吗？怎么还出来干活啊？我得把自己的孩子带回家呀。这是老二。老二在永丰没了。这是老三。你说什么？他是喜妹子？参加红军了，这孩子天性脾气倔，拦不住啊。老爹，别太难过啊！打仗嘛，哪有不死人的？人家的孩子死的，我的孩子就死不得，没有这样的道理吗？有啥对不起的？你们打仗是为了谁呀？还不是为了我们？首长，你别操我的心了，你去忙你的吧。首长，首长，你快去看看邱排长吧，他不知道中了什么邪，死活不走。老爹，我们要走了。您看，你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的？我一定帮您办到。你们放心的走吧，这里有我们呢。首长，老爹，你们还回来吗？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回来的。是10年还是8年，你们一定要回来呀。找我家黑牙子，你四处都找过了，到杨庙看看，没人领的都在那里放着呢。杨庙，
老邱，你怎么还不集合部队呢？集合部队干什么？去给这些兄弟报仇吗？要是去报仇，我现在就去。老邱，你也是个老红军了，你应该知道。 一切行动听指挥啊！那得看什么样的指挥？这仗怎么打的？死了多少人？这不是指挥失误吗？这样的狗屁指挥，是不是得第一个枪毙？老邱，你给我注意纪律。我一直都注意纪律，我一直都守纪律。可守纪律就打败仗，打败仗就死人，这种纪律守它有什么用？你不用这么看着我。 我不针对你，今天就算李德站在这儿，我也敢这么骂。我不怕被撤职，我原来是团长，现在是排长，就算给我撸成大头兵，老子照样干革命。看看躺在这儿的这些兄弟们，你是首长，看见底下死了这么多兵。 不心疼啊！认识吧。 小石头才18岁，我记得我带他出来的时候，还没出他们家门口，他妈就反悔了，说不让孩子去了，打仗怕有闪失。我跟他妈保证，您放心，我能好好看着他。 不管多大的仗，我一定给您完好无损的送回来。可我现在连埋他的时间都没有，他只能在这儿躺着，想留个全尸。可这条胳膊怎么找都找不到，这屋里躺着的。 都是咱们的兄弟，他们信咱们才跟着咱们。可他们现在又都什么样了？活着不能回家，死了不能入土。青山，处处埋忠骨。 何须马革，国事荒。来来来，这个，这个，哎，好。黑鸭子，这个还有，来，接着，黑鸭子，黑鸭子。
哎，你先别嚷嚷，你找谁呀？我找我家黑牙子。啊，别太着急，没人领的现在都在这儿，你慢慢找。你说的那个黑牙子，他多大了？十三。十三？啊，你确定他在我们队伍上吗？啊，那客栈老板说的。客栈老板？客栈老板说，曾老板把他卖给你们部队上了，那就更不对了。来加入我们红军全是自愿的，我们又不是人贩子，怎么能花钱买呢？我还能冤枉你啊？人家都看见了。老乡，我们可刚打完仗，后边事儿还多着呢，捣乱你可来错地儿了啊！你这叫什么话？什么叫捣乱？你们部队上是不是想赖账？什么叫赖账？老兄。 这位老乡，你怎么称呼啊？我叫骡子。啊，骡子兄弟，你是怎么发现你们家黑牙子不见的？我大早上一起来，我就没发现，没了。你看看，他是不是在这儿啊？没有啊。你仔细看一看，你再说有或者没有。张嘴就说没有，你仔细看了吗？我怎么没仔细看？没有吧。骡子兄弟，如果他不在这儿，那就说明。 他还没有牺牲。是吗？老兄，你领他呢，上卫生院去看看。我不去。哎，你想想，石头他们应该体谅一下他现在的感受，啊？陪他去看看。这儿我来处理。哎，我说，你们这儿有没有管事儿的呀？啊？跟我走。 你跟他去吧，他知道在哪儿啊？来，哎，慢点，我没看清呢。这儿不是你该看的地儿，我带你去该看的地儿。哪儿啊？医院。医院干啥？看病呗。给谁看病？给该看病的人看病。 我怎么听着你这话不像好话呢？我发现你这个人可不实在，我不想跟你一路了，我自己去找。黑牙子！哎哎哎，又瞎吆喝！没看我们整理物资呢吗？本来就乱，你还跟着添乱。快点，着急。走，我带你去找，请吧。 你自己看看吧，要是没牺牲的话，肯定会在我们医院里。你带我找的这个都是什么地方？我还看看，这能放得下吗？哎，你们这就没有个牲口棚啊？牲口棚？啊？你不是找你兄弟黑牙子吗？是啊。合着他是个牲口啊？啊？他是个什么牲口？骡子？你不是叫骡子吗？ 你丢了个牲口，是头骡子，叫黑牙子，不行！我不看你是老百姓，我悠悠，你还要打人呢？哎，你是不是想赖账？是不是？你爱找不找，我不管了。我找你们东家，谁是我东家？杨庙那个。来来来，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管着你了。 这怎么行呢？带这么多东西怎么行军啊？告诉他们能不带的全部扔掉。这话我都说过，这么些年辛辛苦苦攒下这些东西不容易，他们舍不得。要不您看，上面不是有通知吗？你不要管上面怎么说，我们要看实际情况。苏科长，你告诉他们，就说着我说的，把大件儿，包括凳子、柜子什么的，凡是跟作战无关的东西，全部扔掉。是。 去吧，快点啊！别走，别走啊！哎，怎么了？这个呢，是我连夜熬的，降火，喝点。我现在正忙着呢，要喝您自己喝吧。哎哎哎，我知道现在忙着转移，你这觉肯定没睡好，喝一口。
就一口。来来，要是再找不着，就别跟着我了，我还好多事呢。你甭想跑。 别惊着牲口，干什么呀？上来就拽呀！小何，把地图给我一下。我去看看那边怎么回事啊！这就是我家黑牙子，走开！哎哎哎，他现在在我们部队拴着，没看身上还背着我们物资呢吗？你也不能上来就拽呀！在你们这拴着就你们的呀？凭啥呀？你别跟我！哎哎哎，咱们老乡，不是你这牲口是从哪拉来的？牲口贩子手上买的呀。 牲口贩子住镇上客店，啊，还让人给骗了，买了个赃货。还说什么？还说什么？你给我让开！哎，你讲不讲理？我这，哎，我够不着呀！你还给我玩命！干什么？放手！邱排长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跟老百姓动手呢？我怎么回事？他上来就要打我。你打我？ 他说这骡子是他养的，叫黑牙子。可这明明是咱们买的呀！明明是你们抢我的、偷我的黑牙子，谁抢你黑？等会儿，罗文，骡子兄弟，我问你一下，你说你找那个兄弟，他是偷骡子是吗？啊？你说他是不是诚心耍咱们？我耍你什么？哎，你看，邱排长，注意点纪律。 这位老乡，你等我把这个情况了解清楚了，我们再商量商量，怎么样？了解吧。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，卖你骡子的那个商人，他姓曾，是吧？他是不是姓曾啊？我看你这个人哈，还和气的。 你应该是他们东家吧？<笑>那我就跟你这说说，我跟我这黑牙子，就是给这个姓曾的送货的，他就是个黑胖子，有个金牙，还问什么吧？拿着，来给我。哎，老钟，他说的是那个人吗？是啊，可这个是咱们花了10块大洋从他手上买来的呀。 10块大洋，哦，我给他干半天活，一个大子儿都没有，他把我大骡子卖了，还赚10块大洋，黑了心了他。什么都不说了，把东西卸下来，把骡子还给人家。哎，咱们花钱买的，都驮上物资了，你这不行啊！咱们现在真的缺牲口。 骡子兄弟，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。哎，能把你的黑牙子留在部队里吗？不行，这个黑牙子呢，他也不是我的，他是我那个没过门的婆娘花姑的。哦，我都答应他了，怎么带走的，怎么带回去，我也不能说话不算数啊。现在到处啊都在打仗，来来，你说你领着黑牙子到处走，如果被白军给抢去了，怎么办？ 你看要不这样啊，你把黑牙子留在我们部队，我们红军呢再出10块大洋，够你买几个牲口的，怎么样？哎，凭什么再给他10块大洋啊？你少说两句。好了好了，你先别生气。怎么样啊？那你们干这个亏本的买卖干什么？你等于里外里，就这一头骡子，你花20块大洋？ 这只能怪我们工作呢不细心，导致这样的结果。之前给曾老板的那些钱，就算我们红军呢买了个教训。帮个忙吧，骡子兄弟，啊！哎，我们首长问你话呢，你聋了？老子想事用你插嘴，你嘴干净点啊，别老老子老子的，你是谁老子？你的老子，去吧！哎，你。 他这人脾气就这样，哼！我看你这人呢，你还挺实在的。是这么着。
我这趟买卖干得挺好，就因为你们打仗，弄得我这半截儿，我一个大子儿也没捞着，所以你们得管我。我是这么想，我给你们当马夫换工，啊，等我干够了这十块大洋呢，我就拉我家黑牙子回家，行不行？骆子兄弟。 如果你要这么做的话，那你可亏大了。亏不亏，跟你没关系，就说行不行吧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哎，好啊好啊，这咱们现在啊，真的缺牲狗，也需要人手啊。行，就这么定了。骆子兄弟，你跟老钟一块儿，我们一块儿上路。 怎么样？行，你这人爽快，那就谢谢东家了。哎，我可不是什么东家，你参加了我们部队，那就是我们的同志，我们是平等的。<笑>你真会说笑，你雇了我，你就是东家啊，东家大老爷。<笑>骡子，这个我们不行这么叫，要叫首长。<笑> 那就首长，首长东家，随你，只要你高兴就好。哎，骡子，来吧，马上要出发了，咱得干活了，啊，走吧，啊。骡子，他倒不傻，骡子也要钱也要，是，干嘛对他这么好啊？你知道他安的什么心吗？ 这骡子兄弟呢，是有点认死理，但他认的都是正理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中国人每个人都能像他那样，我看这仗就不需要打了。这牲口呢？ 鼻子大，肺就大，这我知道。耳朵小，肝就小，还善解人意，这我可是第一次听说，有意思。骡子，你还别说啊，这黑牙子挺温顺的，我还真喜欢他，我可舍不得你把他带走。哎，你们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！算数算数。骡子，我一直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跟我换工啊？ 我就是想挣十块大洋，没想到这东家首长挺仁义啊，连个奔儿都没打就应我了。嗯，他信得过咱，咱也不是不懂事的人。我骡子说话呢，吐个唾沫就钉根钉。哎，我要是答应给你一斗米，只能多一粒，绝不会少一粒。好，那我就代表首长啊，谢谢你。 你能代表首长？你看看，黑牙子都不乐意了，别往脸上贴金了。我就这么一说嘛。猴子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咱这一走得走多久？那能多久？十天半个月，最多一个月呗。 1934年10月16日，江西苏区红军各部8万余人在于都集结，陆续向西突围。当时谁也不知道，这一走就踏上了万里征途。后来的人们给他命名为长征。大家听好了，一会儿接到命令我们就过去，一个接一个，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抢，免得出危险。听见没有？有。
你过来干什么呀？那就交给我吧。骡子，放心，我呀能带好黑牙子啊。哼，我跟他多长时间，你跟他多长时间啊？不错，骡子，我可是接到命令啊，这黑牙子必须我亲自牵着。等会儿这掉河里的。骡子，放心，掉不下去。哎，咱们这是部队啊。 讲纪律啊，去，你有你的任务，赶紧去忙吧。好，来，走。这，快！这，黑牙子，快点！小陈，哎，帮个忙，哎。 黑牙子，黑牙子，这来了，快点快！去，哎，黑牙子，走啊！走啊！黑牙子，听话，听话啊！走啊！过河，要划过，哎，走啊！这，走，走，啊！ 怎么回事？走啊！我怎么知道啊？他怎么不走了呢？你拉不动他，臭他不就完了吗？哎，说的轻巧，看你们谁敢动他。黑牙子，这，哎呀，关键时刻怎么回事？你要把我累死！怎么都不走了？老邱，怎么回事？队伍怎么停下来了呢？来，看这大黑骡子不走，在这堵着。就，黑牙子，咱快了，快走啊！这。 罗子兄弟，你们家黑牙子的脾气秉性，他们不了解。这样，你牵着黑牙子过江怎么样？走啊！啊，罗子兄弟，这，那就别逞能啊，还不让我碰他？这，哎，就这么定了。你牵着黑牙子过江啊。这，这，鸡多了不下蛋，人多乱当家。 По Европе призрак коммунизма. Все силы старой Европы. 他这是说什么呢？一句听不懂。哦，说的是洋文，当然听不懂了。你这人还会说洋文？这苏科长啊。 是从苏联回来的，人家呀本事大着呢。哎，骡子，再添一碗去啊。这行军在外啊，饭菜粗，但还是要多吃一点啊，明天还得赶路呢，啊。
我们这庄稼把式还能嫌饭菜粗啊？那你想什么呢？想花菇了？我就是想花菇做的腊肉。不想花菇？怎么能想花菇做的腊肉呢？啊？我这趟送货呀，就为了多挣点钱，回去跟花姑成亲呢。你不知道，我爹呀，3年前就死了，我是借钱给他出的殡过百日，让花姑硬等了3年。那你这家里还有别人吗？没什么人。说起来，我还有个双生兄弟呢，叫黑牙子。黑牙子，那不是他吗？我那个兄弟叫黑牙子，双胞，长得跟我一模一样，我爹娘都认不出来。就是他12岁那年，村里发大水，让水冲走了。我想他。所以就把花姑最喜欢这骡子叫黑牙子。难怪啊，你对他这么上心呢。你不知道，我对不起我这兄弟。哎，你们说那赤匪真的会来吗？不可能，他们傻呀。哎，咱们摆了这么大阵仗，他们还敢来钻口袋？你当他们缺心眼儿？最好别来，我可不想打仗，我还得留条命回家看儿子呢。别呀，来的越多越好，杀一个就2块大洋。等什么时候攒够了几十块大洋，老子就回家娶媳妇儿去。哎，能保条命回家就不错了。哎，云周飞，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？都死绝了。可真够惨的。没什么可惨的。他们都该死。你这说的是人话吗？就是。什么叫人话？咱们这儿有人吗？我告诉你们，穿上这身皮，咱们就不叫人，就叫畜生。你说那枣红马不吃料？那是肠子打结了，不能光给他灌水，明天弄点菜油给他润润肠子就好了。哎，好嘞，记住了。老周，你说这当兵有什么好的呀？像你这岁数的，不在家里抱抱孙子。我也想啊，儿子没成亲呢。干什么不成亲？哦，这穷人成个亲那么容易啊？这个世道啊，没有咱们穷人的活路啊。我是看明白了，只有红军啊拿下了天下，才有咱们穷人的好日子过。这天下是这么好拿的？反正不管红军能不能拿下天下，我就觉着像你这岁数了，你能帮上什么忙？骡子，这多一个人呢，哎，他就多一份力量。再说了，我呀，当了红军呢，还可以离儿子近点啊。哎，在哪儿呢？没听你说起来。在前面部队呢。哎呦，这父子俩全当大头兵。看来你们家这日子是没法过。睡吧。哎，全体注意！今天晚上发现有人偷偷潜入长官的营房，盗走了重要的军事物资。现在全体清查。你起来，站起来，一边去。你别动。
哎，不是，我不是想跑，我应该坐这儿啊！我坐错了，哎，不是，哎呦，哎，营长，你这司徒匪被政府招安了，还贼性不改呢？哪儿呀？走神！是。哎，你这有什么可走？哎，我说，长官。 人赃并获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营长，您误会了，这是我的钱。<笑>看清楚了啊，我的钞票，右下角都有黑点做记号的，看见了吗？ 营长，你可真够绝的，嘿。 林中尉，在，把他给我绑起来。是，等开战了，送到前线给我当炮灰。1934年11月底，红军连续突破敌军封锁线，终于抵达湘江。12月1号，湘江战役开始。 说一下啊，我们的第一军团啊和第三军团呢，现在已经过江，分别在南边和北边在阻击敌人，所以我们这儿呢是安全的，大伙儿沉住气啊，别紧张。好，啊，沉住气啊。哎，脚底下长草了，好好站着不行啊。别嘀咕，你说。别吵。 大点声，紧守。放眼望，那是幻城，丝丝温柔。 江云岚康，今你梦喜未偿。风再看，山河乾坤朗朗，迎你风正途长。
继续走。